他每一届都要突破自己。闭嘴。好，你先选一个。我个人是投六哥一票啊。阿伦，好，阿伦，来看一下阿伦的位置。他现在啊，等一下，不行不行，我这样提示有点明显，不可以说阿伦的位置现在怎么样，不行。好，那你选一个。二怪兽吗？小怪兽好像还不错。这个选择是可以推你的。小怪兽去年有得过奖，先偷偷爆料一下，去年应该没关系吧？去年有得过奖。我也找到了。那我也选六哥。好啊，六哥在哪？我看一下。六哥。好啦，不能都选啦，自己找啦。老鼠会，第二个是最晚出现第一名的。
形容一下。哦，上半部，所以说那个风险海湾沃德鲁恩登福堡都不会。好，琥珀从小屋以上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花岗岩之圈，哇，出现了吗？其实我在回合阵啦。等等，统一公布一次名次吧。级很低的就不要了吧，降价。你不要欺负他、啊。你要不要来公布一下三次的名字？